大家好，那个现在可以轻松一点听那个我讲那个游记，虽然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去过冰岛的？没有哦。好，那我可以放心。大家应该会比较想听这样子。这个是冰岛的地图，这样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是北极圈，所以冰岛其实在北极圈以下这样子。然后那个这里是首都雷克雅维克这样子。然后我是大概用了10天11天的时间，然后跟一群朋友，然后开车环岛，我们是逆时针这样环这样。然后这个白色是冰原这样子，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冰这样子。然后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是冰岛文的冰岛这样子意思。然后呢，冰岛，我们就维基介绍一下，这样冰岛是什么呢？它北欧五国，它有三个台湾大，它只有32万人，然后首都，它曾以前的历史曾经挪威丹麦一部分，然后它有世界最早的议会这样。然后这个是冰岛文，它有一个像皮的东西，就是转写或者提出那个，它好像用排列计时，然后把它弄掉了。就雷克雅维克啊，说的好，我没有学过冰岛文，这样我大概就是用英文的方式去念这样子，对对对，雷克雅维克这样子，对对，然后它没有火车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开车环岛这样子，然后，我是2009年去的，那时候是大家还记得是金融风暴那时候，大家有记得冰岛那时候好像什么号称是破产的样子，然后。可是我身为旅游者的话，我去的那种感觉，就除了就是我朋友有曾经有去提款机，然后提不出来，然后原因是因为那个银行倒掉了。除了这个以外，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它的那个币值大跌20%左右，所以它的物价从德国的2倍变成1.5倍这样子，然后所以对我们旅游者来说，其实没什么感觉，我们还是这样玩的不快乐这样子。对，然后第一天到那里就是冰天雪地，已经是3月、4月那个复活节假期了。那个地方，没关系，大家听得到吗？对，然后那个可以帮我关一下灯，因为照片的关系。所以就是很冷的地方，然后呢，它那个很奇妙，就是有脚踏车的置物箱那样子。然后就是冰岛他们的交通标志，他们都用黄色的，因为你看嘛，旁边都是雪，用白色根本看不到这样子，就很奇妙的一个地方这样。然后他们的轮胎都是直接都有钉子在里面的。基本上常常就是开到下雪路面这样子，然后这个不是那个卖车的广告这样，就是在讲说他们的那个地形，就是他们刚刚就是中间大概就是要换高原这样子，然后旁边就是最海边那个地方才是平地这样子。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他们欧洲最早议会，大概在西元好像930年左右，就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遗迹，然后现在是一个国家公园。然后那个左上角我会放那个当地的地名这样，不过反正冰岛我们就大家都不要理他这样。那个搞笑照片这样子，那个纪念品店这样。然后大家猜猜是什么纪念品呢？是那个冰岛的空气这样，他们连这个东西都可以卖的。对，然后那个他们连这个东西都出来，但什么都没有的。他还叫你说要在冰岛以外的地方去看看它的那个差别在哪里。然后我没有买这东西。然后这也是那个间接犬，然后那个 Gesier 就是当地的地名，然后 Gesier 好像的英文就是这个字这样，就是可能间接犬就是从这个冰岛这个地名而过来的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瀑布这样子，然后要注意就是这右边这个是雪啊，这左边才是水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冰岛 Force 就是那个英文的瀑布 Force 这样。然
然后火山口这样，就是冰岛其实就是跟地理教室一样，地理系的一定会很想去这种地方。然后这是又另外一个瀑布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大山大水这样。Hello， 喂，好，我是鸵鸟。然后呢，这一天没有下雪这样子，然后我们爬要爬去哪里呢？爬到瀑布旁边去看这样子，瀑布的上面就是另外一个瀑布，然后他们就是一大堆瀑布。然后是那个是我朋友这样子，然后这个要看的是那个冰岛的钞票，就说也是七彩这样。然后这个就是冰河，然后我们那一天的行程是走在冰河上面这样子，很难以想象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开始走这样子，有教练的这种行程。但是其实这张照片就是一个成语，就是如履薄冰这样子，不要太快乐，然后不小心踩到之后就会掉下去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挖开这样子，然后就乱拍照了。然后呢，那个大家都以为冰是很干净的这样，但是实际上因为就是从山上下来嘛，所以可能有很多沙啊、屎啊什么的，可能也很脏这样。不过当然也有这种这么干净的，不过重点是你看都很多洞一样，所以其实还是要非常的小心这样。然后这张照片呢，其实也是搞笑照这样，就是看起来很恐怖，但实际上我们是故意拍的，但是水平面这里，大家自己这样看，其实就觉得对，没有很恐怖这样，我们是故意拍的，然后好像很恐怖在冰攀这样。然后这个是一个冰的隧道这样，就是下面看起来有点痛这样。有彩虹。也是搞笑照，然后这个是一个叫冰河湖的地方，然后就跟刚刚那个边是同一天这样，但是这边这个地方的那个天气就已经变得非常的糟这样子，然后什么都看不到这样，然后又开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同一天这样，然后就哇又万就是天气又很好这样，然后那个变化天气变化非常大，然后这个有很多那个地层的那个地质系地理系应该很喜欢看这种东西。然后就是有拍那个温度，那一天的温度是高于零度的，所以比较没有下雪的，但是又天气又变糟了这样子。然后这是他们冰岛的一个其中一个城市这样，他们也就是那个房子颜色就是七彩缤纷这样。然后就我们这五个人这样开一台车这样一起玩。然后这个他们有很多那个教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教堂戏称叫做那个铁皮屋教堂，然后这个就是看他们那个山跟那个房子的比例这样，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后面的山也是蛮高的这样，有羊没什么，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在那个旁那附近就唯一一间房子，然后它是我们在那边吃午餐这样子，然后有很特别的那个厕所的记号，然后我刚好说过他们的交号是背景一定是黄色的，因为就是白色的话根本就看不到这样子。然后这个说要去一公里那边可以骑马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在冰岛里面已经算是高楼大厦这样子，就只有几层楼这样，因为他们其实没什么人，整个冰岛台湾的三倍大，只有30万左右，其实就是都没什么人这样。然后就是他们又一个很现代建筑的教堂这样，然后他的主人在这里，那个台湾人就喜欢骑摩托车这样，然后冰岛人就是骑雪橇车，没有，就刚好看到这样，然后也有很漂亮的教堂。难得在冰岛看到人，这样子就觉得人很多的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在干嘛这样？然后就刚好遇到他们在这里拍电影这样。不过我已经忘记他们那时候是要拍什么这样，都已经五年前的事情。然后这个呢，我猜是就是里面应该是放草或是燃料这样子，但是他们就是拿那个白色的把它包起来，就是他们因为冬天都会需要燃料这样子，在可能欧洲其他地方就是卷一卷草堆这样，但是在这边就把它包起来。然后这个就不要公布了，这样。
难得看到那个太阳这样，然后一天到晚在下雪这样，然后甚至他们的电线杆长这个样子这样。晚霞，然后这是他手的卫生纸长这样，然后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极光。对对对，我们其实我在之前有先去瑞典北极圈里面，就是为了要看极光，可是没看到，因为我们来了那个冰岛，就是恰巧看到极光，因为我刚好在一个那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这样的一个那个 hostel， 就是纪念旅馆的 the middle of nowhere 这样子，对对，然后完全没有光害，然后就是刚好有看到，然后也很幸运的拍得起来这样子，就是。它的极光其实会动，然后最常见就是绿色的这样子。我不要以为说这个地方这么亮这样子，因为这是要曝光一分钟左右，要相机要有这个功能。这是像我的相机啊，只能曝光八秒，就什么都看不到。在这边有没有？在这边什么都没有。对，其实就是没有光害，所以才恰巧看得到。当然跟那一年的太阳黑子活动有关系。然后呢，第六天我们本来要去一个冰岛最大的瀑布，可是因为这一条路。他没有去铲雪，然后我们后来开一半开不动了，这样子，这开下去可能这个车都被吊在那个不知道哪里这样子，然后完全无法救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放弃。这个是冰岛的地热发电厂这样子，他们的城市很干净，因为他们用地热，所以他们不用烧煤，也不用核能这样子，就是他们的那个管子这样，然后有热气的地方才会融化这样子，那个天气真的是其实还蛮冷。然后就是这一个叫米湖的地方那样子，然后也是有那个地热，然后在这边泡温泉这样，反正旅游嘛。然后大家猜看这是什么东西？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那个烟蒂的箱子，然后跟你讲说，就是请你把烟蒂丢在这里，因为这是那个没有人的地方，所以不会有人管的那个旅游景点，但是还是请你做好功德心这样。然后就是结冰的这种轮胎痕这样，然后也是做不知道在干嘛的样子，然后就是有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硫磺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样子，很多就是这些那个可能有火山啊，或者是硫磺温泉那种地方，然后又一个瀑布这样，他们瀑布一大堆，然后接下来我们已经从。西南方到这边东北方，这一个叫阿库瑞里，是他们的第二大城这样子。不过第二大城听说是十万人左右了，这样就第二大这样。然后这是他们的教堂，然后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冰岛的一个诗人的一个纪念像，然后这个是一个马厩这样，因为这个台湾人没看过马厩，所以就特别拍起来。然后又一个铁皮屋教堂，然后这一张的重点是 Made in Taiwan。几千公里远的地方看到 Made in 台湾这样，然后这个教堂我就叫它是戏称它是大象教堂这样，就是他们的教堂有时候会后现代的那种模式，然后这是一个应该是火山喷发的一个遗迹这样子，然后就形成了这样子一个东西这样，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个就是一个石头对不对？然后就风景，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呢？海报，对，然后我很无聊，我还用那个望远镜加相机去拍，这样，这都活着哦，不是已经挂掉了。然后就是一个那个他们 hostel 的那个的地方，这个都是那个一个 hostel 的 international， 这是一个组织，这样，就是那种什么纪念旅馆卡的那种这个组织这样子。然后呢，其实就是长这样。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哦，连管理员都没有，然后我们也是包场这样，就只有我们五个人这样子，然后就自己进去了这样，对，然后我们就用电话联络这样，然后我们就自己进去这样，没有任何人。啊，这是一个玄武岩的地形吧。然后介绍一下，我们每天都会自己煮，然后都会去这个 bonus 的超市这样，我们都叫它就是粉红猪超市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他们的这些冰岛人，然后这些东西都非常的贵的。然后又一个教堂，我们跑到海边这样，然后随便弄玩。然后这个东西是，就是他那边有放那个从小排到大的石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比看看谁能排到最重的这样。然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是出城区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个红色，就是进城这样子。但其实为什么要特别设这个？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人，所以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开到下一个城市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是中洋脊，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冰岛，就是那个大西洋的左边是美洲，右边是那个欧洲这样。就冰岛是中间，中洋脊有通过的地方，这个就是那个点这样子。然后这个蓝湖，非常漂亮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不过那个温度很低，才30几度，国小的时候觉得不热。然后这个是这么漂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体泥是细泥，是白色的这样子。然后又这个教堂比较正常一点，比较欧洲式的教堂。然后已经回来了，雷克雅维克，然后看一下他们欧洲的那个大部分的那种柏油路啊，就长这样，就是没有在铺的，都是这样刮到已经变这样子。然后他们的那个人行道都是灰色的，然后那个停车场停车是直接停在这种地方这样子，就是欧洲典型的这种都市的，就是的道路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回家了，然后呢，因为规划工具嘛，那个主题，所以就是在弄上去那样。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智慧型手机，5年前，所以我那时候还就是那时候是用 Google Drive， 那时候是 Google Docs， 然后还有用那个 Google Map， 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网页，就是应该有看，他刚刚有看，不过这个其实已经不是规划工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再把我的景点标上去而已，所以这应该不叫规划，就是我那个时候是用 Google 的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还蛮好玩的，就是自己做一个记录这样子。然后因为之前好像接下来就没有人了，所以就是规划就特别讲一下。对对对，好，就今天到这边。